你买不对这个 WC 啊，就是很沉淀也很浪费水。Property Pro Professional Advice， Property Pro 专业专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秋。现在我们买这个 WC 啊，它有两个的嘛，一个比较省水，一个比较这个冲小的，这个冲大的，不用每次啊，我们小也要用这个啊。你买不对这个 WC 啊，就是很沉淀也很浪费水。那你想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，我按这个小的，啊，所以看就这样，啊，问题就是在这边了。No, no, no. 买到这个不对的、你要买那些块金的，一按下去啊，入这样下去啊，那个就比较深，那个水又比较好。你看，搭在这边了，搭在了。所以你每次啊很浪费水，要按两三次，最少按两三次。你买对了那个东西啊，你按一次啊，它就直接就冲掉。你看要装水要装到满满的，你看每次啊你人要装到这么满，很浪费的。你看效果也不是很好，你看那、你要装到那个水啊，你比一般上来人家用一次的水，你要用两次到三次的水。假如你们要买这个 WC 要问清楚，钱比贵了，买对了的东西。Property Pro at your service. Property Pro 为您服务。